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。在这里我们和大家说声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把小姑娘到我们节目的尾声。对，那么还有我们的那边的朋友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，还有后头的朋友，还有那边旁边后头的朋友，两个子龙呢，来I know you want me, you know I want you.